宜兰市农田跟进士两条路，是横向公路宜兰市县的立牌道路，过去是沙土路面，时间尘土飞扬，雨天就变成了泥泞不堪。宜兰市公所配合社区发展，由森林开发处补助，将这两条道路铺设柏油路面，工程费19万元，在今天上午全部铺设完工。